级汽车。生日惊喜。今天是阿布的生日，我们要送他什么礼物呢？生日蛋糕。可算做好了，这一定是个大大的惊喜。一起召唤超级汽车帮我们送蛋糕吧。大力神轿车，极速赛车。超级汽车出动。哟吼，等等我们。谁是最快的超级汽车？当然是我，极速赛车。轰轰隆隆加速向前，极速赛车全力出动。不好，有石头。这算什么？油门踩踩加大马力，转方向盘来个漂移，避开石头很容易，极速赛车世界第一。酷毙了。放心，有我在。谁是最强的超级汽车？当然是我，大吊车。咔咔咔咔，充满力量，大吊车无比强壮。长长的吊臂向上升起，大大的钩子紧紧抓住。搬走石头，清理道路，大力士呀，没错是我。哈哈，全部搞定。剩下的交给我。阿布，生日快乐！我喜欢这个生日惊喜。贝乐虎、开心虎，谢谢你们。拯救！哟吼，水冲浪喽！哇，好大的浪啊！哦，好臭啊！海里的垃圾实在太多了，我们需要超级汽车的帮忙。换他们吧。爱美的垃圾车，大力士吊车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大大的垃圾，小小的垃圾，全部全部都清理。脏脏的垃圾，臭臭的垃圾，真的让人很生气。塑料袋不能分解，泡沫盒子有危害，废电池和油漆桶怎么了？会污染大海。我是爱美的垃圾车，让世界变干净。哦，完成分类。It's my show time。重重的垃圾，全部全部都清理。危险的垃圾，有毒的垃圾，个个都是大难题。太难了！长长吊臂伸出来，硬硬更自有力气。不管多重的东西，嘿呦嘿呦，轻松的吊起。我是大力士吊车，搬垃圾没问题。
圾，清理完毕。超级汽车，你们太厉害了。小意思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这下可以去冲浪了。哇哦！超级汽车并肩战斗，消失的圣诞礼物。哈哈，明天就是圣诞节了，我要去送礼物了。哥哥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走，一起去看看。圣诞老人，你怎么在这？我遇到了暴风雪，要送给孩子们的礼物都不见了。这下可怎么办呀？请超级汽车来帮忙吧。小机灵出租车，调皮的挖掘机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再见了，孩子们，我要出发去送礼物了。圣诞老人，再见。超级汽车并肩